今天也是自己喂的奶啊，不知道，反正没让我冲奶粉。毕竟是自己肚子里出来的。说心里话，这晨晨没出生之前，我都不知道将来这事儿怎么面对。真跟孩子见了面了，一把屎一把尿的忙着，慢慢的。 我想明白了，得都围着孩子转呢，时间长了，之间的力气慢慢的淡了，没准是好事。干什么去啊？嘘，小点声！我是顾书记他司机。什么老脸？我说你放手行吗？那是顾书记他女儿，我在帮顾书记保护她呢。 工作证，顾书记至于这样？你知道什么呀？这又奇怪了，这是保护吗？啊，这不监视吗？你说这姑娘动我了啊？除了拜官架子之外，你们还会什么呀？每天过去开会，告诉告诉她怎么教育闺女。 行了，别管那闲事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顾书记，我正找您呢。老沈，这个我对您这个教育孩子这个事儿啊，我提出有严肃的批评。哈哈，好啊，说吧。没事，老刘找我谈事儿呢，不是外人，说你的。你说您挺大一领导，哪儿都好，说怎么这教育孩子这事儿怎么这么方法那么拙劣呢？ 你说顾小薇是您闺女，她不是敌对势力，是吧？她再混，你也不能派人监视她，是吧？这像我能好吗？这不是越来越激化矛盾吗？老沈，老沈，老沈，我这还有事儿，你那个意见我考虑考虑，好吧？啊，老刘，那个，哎，顾，这老不又不高兴了？什么态度啊？这什么态度？ 我还没说完呢，我还没告诉他这个教育孩子的体会呢。争吵啊！
怎么了？玲玲，你说我暗地里派人跟着小薇不好吗？你是怕那些人骚扰他？我是怕小薇知道了，别再跟老沈一样有什么误解了。小薇现在有了孩子了，心境也稳了，别再为了这个误解又走了极端了，我是真怕呀。可那些人……没事了，小陈说那些人那次之后再没有出现过。我给小陈打电话，不跟了。再说人小陈啊，也没有义务帮咱们家私事。宝宝别哭，妈妈也舍不得你，但妈妈必须出去弥补犯下的错误。爸妈，我走了，孩子就交给你们了。你们忘掉我这个不孝女吧，我必须自己面对未来。想起你，在这空空房间里，思念太细，在我们曾经的梦里，来不及说我爱你，却不得不分离，心痛到无法呼吸，只因你，竟然会莫名爱上你。在这茫茫人海里，难道是天意让我能再次遇见你？只要是车辆段上班的人，我就问，挨个问，问到你妈妈的电话，她告诉我你在这儿，害你的我都赔了，仇我也替你报了，用我自己赔了就不欠你的了，就有心面貌了，就敢找你了。生命里你一扎根在我心里，怕你孤单，怕你委屈，我凭什么让你这样啊？时间会拉远我们距离，相识不易，相爱不易，你为何要逃避？多希望就这样紧抱着你，让你听到我一颗心，只为你跳不停，你是否会珍惜？